直接飞到水里就是了。快坐。怎么样？特别，它怎么那么多毛孔？你喜欢是不是？这样可以入味啊。啊，碧凡，你来干嘛啊？他说他们要玩玩沙沙，他要玩挖土机在这边。那我们就走过去啦。你又要过去？臭屁孩！你要搞事情哦！好啊好啊，那我们先来个照，就跟那个前两天就你在搞啊，河滨公园一样。就你在搞。我们先来，他在那边抽烟，就去站在他旁边给他看。就你在搞。无声的抗议。就你在搞。你是搞大师诶。